安孝燮有一项这个个人的技能也是特别的，像就是这个大腿鼓掌，想问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技能，当初怎么会想到这么做呢？不，참그냥먹었습니다。那个，我觉得我不应该那么做的。장난치고상관내那只是跟朋友们就是开玩笑的时候就 做的动作。왜한지모르겠어요그냥하게됐어요我也搞不清楚我到那时候我到底为什么做，就只是这样做了。근데제가잘하는걸알아버렸어요可是我发现我做的还不错。真的真的，你看我们那个记者一直在点头说真的。再让一下，再示范一下吗？哦，有。要做吗？这个东西，你不会。这算什么？不还好吧？아나못참겠는데我觉得我好丢脸，等一下，等一下。괜찮아괜찮아괜찮아要战胜，要战胜。不好意思啊，我想不想去我怎么觉得这么丢脸呢？